试探。大胆，我是南明天情侣。哎，太好了。老夫的凡间记事录啊，又多了一笔感情啊。西兰花之咒的后果，老夫忘了一件大事啊。吴梦说要大胆试探，怎么算试探？怎么算大胆？好难啊！林又没有错，干嘛跟他过不去？擦擦汗。大胆试探，大胆试探，大胆大！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还跟我说什么？齐小哥的事。啊，你这个事情不重要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说，我是南明天情侣。是我太直接了吗？吓到他了？对于我是命定情侣这个事情，有这么不能接受吗？哎呀，不对啊，他这个万年冰块脸，就算内心高兴的不行，也是长这个样子啊。变化也没有，也不对啊。为什么不说话呀？现在找莲子最重要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齐小阁的事没得商量，你不许去。我偏要去。这事也没得商量。看你怎么掏出我的手掌心！哼哼哼，我才不信！哎呀，坐下。怎么，怕我下毒啊？我是怕你给我下瞌睡药。下药这种事是师妹的专利，师兄我可办不到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人，这都多久以前的事了，你还提？再说当时那个粥你不是也没吃吗？是没吃啊，可是已经在这里造成伤害了。